所以魔芋真的是可以减肥的是吗？因为它热量很低，热量很低，又有饱腹感，对，几乎是没有什么热量的。对对对。是因为什么突然就是想到要减肥的？因为是客观原因，就是之前演出穿衣服有点接不到了，就是然后一坐下来那个扣，就是你知道那种衬衫扣，也就是横肉全是，自己觉得有必要减，而且以前不会那么容易累，现在比较容易累。张绍刚老师他最近一直在减肥，然后帮我买了十节的课逼我去上，上完十节之后就自己会感觉稍微要变得健康一些，而且运动完了之后会清醒，对，会清醒，会开心一些。你现在控制到什么地步了？碳水基本很少吃，就是会吃一些土豆类的，对，牛肉和鸡肉比较多，鸡蛋。我们导演说他去问你经纪人，经纪人说你两天没吃东西，因为也没怎么运动嘛，这两天就在家躺着了。哦，有那种罪恶感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吃饭的状态好不好，他的一餐式短片，来请看。优雅吗？老师你要吃东西吗？你表演痕迹好重，甚至把麦都碰掉了，夹到花盆上呀，没事。不吃，我现在啥也不能吃，戴牙套。因为吃一次东西很麻烦，他把牙套拆下来，然后再刷牙，去掉牙套吃，吃完立刻戴起来。你一天要戴多长时间？22个小时以上。那你要怎么不觉得？就一直戴着呗。戴着牙套的，他现在不也是吗？但这个有点不健康，不太想让大家模仿，因为我是真的不饿，可能我的身体之前储存能量太多了，我现在不太饿，以后喝东西要用吸管，因为怕牙齿染上那个牙套染色，就是放到很深的那个地方。你吸的时候牙齿会这两天已经好多了，但始终是有那种勒紧的感觉，因为它本身应该戴一周就是无感的那种，让你先适应，然后但是怕我下周去不了，然后就直接给我戴着有拉力的了。我看看又画了鱼又画是个啥啊，也是三明治，但是又不是全。哦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我给你塞。咖啡不带，咖啡我们家可以点，这个我带回去，就晚上我就省着点了。我现在在戴牙套啊，此时此刻。牙套的意思就是护牙，护牙齿。戴牙套是因为什么？主要是为了美观，整齐的牙到老了才会更健康嘛，就是不容易掉。戴牙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，一开始很辛苦。你戴过牙套吗？我戴过。你晚上睡觉能摘吗？不行。对啊，就22个小时。对，你这个牙套还可以拿下来的，它像保持器的那种。它现在的牙套都不是那种固定在，哦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怎么好像有点恶心我？没有恶心你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我不是恶心，我只是告诉你不是这样。哎，但你这个我也没见过，直接打在里面一点都没有啊，不恶心不恶心。我这个两年了，可是你的牙矫正得非常好哎，要聊这么细吗？